周一下班晚上，大理石铺上野餐垫，让冰冷的科技感多了浓浓的人味。这里是 HTC 的中秋晚会，热烈的讨论让气氛越来越嗨。小鞋子小，鞋子小，好，小孩一组，大人一组，好不好？来 ，Sally， 你负责小孩组，我负责大。透过游戏，让平常忙于工作的同事更靠近了。扑克牌魔术，把手机塞到宝特瓶里。大家看得目不转睛。歌手唐宁和制作人先生陈柏权跟大家分享音乐，还有上帝如何帮助他们的音乐创作。更智慧的话来跟他沟通，想办法用不一样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件事情。最后写下心愿，一起为心愿祷告。温馨的晚会，大家都舍不得离开。晚会不错，很好玩，对，而且你们很 generous， 对，有带很多食物让大家一起聚会开心。有上帝同在，让以往只有烤肉味的中秋还多了浓浓的人情味。月圆人团圆，上帝也倾听每个人的心愿。记者林颂涵、吴韵轩台北报道。